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，讲五伦啊，父子关系、夫妇关系啊、兄弟关系、君臣关系、朋友关系，这叫关系呀、啊。啊，可是佛家讲到这个伦理的时候，那讲到究竟圆满，为什么？整个虚空法界跟自己是一体，不是一家了，是一体呀、啊。啊，一个生命共同体，所以他那个爱是没有范围的，没有条件的，无缘大慈。这个缘就是现在讲条件，没有条件的，同体大悲也。啊，对于众生的怜悯是同体的。啊，我身上哪个部位有痛痒了，我都很关心去照顾他，同体。这大乘佛法看。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同体，大乘佛法是圆满的智慧啊，智慧从哪来的？是你自信里头本来有的啊，那就是觉心。你看觉心不动，觉心是智慧，是你本有的。觉心是什么？见闻觉知，不生不灭啊。慧能大师见心的时候，他的报告很简单，20个字啊，确确实实本自清净啊，你的心有没有染污？没有。纵然造作恶业堕到阿鼻地狱也没染污，他染污他就不叫真心了，那他就是虚妄的。所以染污是什么？染污是阿赖耶染污啊。刚才讲的时候，业相境界相转向，那个会被染污，自信不会染污啊，自信才是真正的自己啊。大乘佛教常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，可是迷了就变成阿赖耶啊，觉悟了阿赖耶没有了，见闻觉知现前了，见闻觉知变法界虚空界，整个虚空法界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啊，这是佛家讲的伦理了。伦理讲关系啊，啊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讲五伦啊，父子关系、夫妇关系啊、兄弟关系、君臣关系、朋友关系。这叫关系呀、啊，啊！可是佛家讲到这个伦理的时候，那讲到究竟圆满，为什么？整个虚空法界跟自己是一体，啊，不是一家了，是一体呀、啊，啊，一个生命共同体，所以他那个爱是没有范围的，没有条件的，无缘大慈。这个缘就是现在讲条件，没有条件的啊，同体大悲也啊，对于众生的怜悯是同体的啊。我身上哪个部位有痛痒了，我都很关心去照顾他，同体啊。这大乘佛法看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同体，这个太难了。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契入境界呢？我们因为有我啊，有我跟别人就划成界限了啊，不知道呢，自他不二啊，自他是一啊，不知道这个道理啊。所以佛法头一步就是破身见，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。这身是什么呢？身有生灭，我没有生灭啊，我是觉性的，觉性没有生灭啊，就是见闻觉知这个觉性。释迦牟尼佛在楞严会上跟波斯匿王谈这个问题啊，波斯匿王有忧虑，年岁老了，
那个时候62岁，啊，他跟释迦牟尼佛同年，啊，慢慢老就要病死啊，就对这个有忧虑啊。释迦牟尼佛就问他，啊，去叫他，啊，称他大王，啊，他是国王吗？啊，就问他，你几岁的时候看到恒河的水？他说我3岁，母亲带他的时候去，啊，那也是一个神庙啊，到了个神庙里面去参拜的时候，从恒河边上经过，知道那是恒河水，啊，你看见了。他说你10岁的时候，啊，这个13岁的时候，10年以后，你觉得你的身体是比你3岁的时候是不是老了很多，老化了？是的。啊，23岁的时候，那比13岁的时候又老了10年了，啊，今年62岁了，啊，身体不断在变化了。他问他，你见恒河水那个见有没有变化？啊，3岁见的恒河水，我见到了，13岁我也见到了，23岁我也见到了。到62岁你也见到，你这个剑有没有变化？这剑没有变化。佛就说了，没有变化是不生不灭，会变化的是你这个假身，你的假身有生死，那个不生不灭的他没有生死。波斯女王从这里觉悟出来了，她很开心了，哎呀，原来生死了，我的灵性并没有真死啊。生是什么呢？身不是我，身是我所有的，是工具啊，就像衣服一样，我的衣服啊，这是我所用的身体啊，用了几十年不太好使用了，换一个啊，换一个身体啊。可是这个里头有迷雾啊，迷了的时候叫灵魂，悟的时候叫灵性啊，迷的时候灵魂活动的范围是6道，处理不了6道轮回啊，6道的状况很早就被人发现了啊，这个应该是10000多年啊，被一些印度古老的宗教跟他们的学派啊，他们的历史比我们长得多了啊，我跟他们有交往啊，这些印度的长老告诉我们，他们的宗教相传有10000多年，我们能够相信。印度人不重视历史啊，不像中国人啊，一代一代沉船，但是现在全世界承认他们8500年，也就是说比佛教早5000年，实际上不止啊，释迦牟尼佛学过他们的东西啊，他们修学里面最特色的就是4禅8定啊，佛经上讲的4禅8定是婆罗门教的啊，这个定要修成功了，定中能够把空间维次突破啊，也就是说你入了这个定，在定中啊，你能看到28层天，你往上看，你往下看能看到地狱啊，只要你修这个定你都能够见到啊，所以这个定的时候前身层次大别有4种啊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4禅啊，那8定呢？那到最高的层次，啊，那讲的5色界天了。啊，4禅是见到色界天，啊，到第8定的时候，你就见到5色界天了，啊，28层天通通见到了。
阿罗汉还不止，阿罗汉修九次立定突破了，啊，突破了六道轮回，啊，到另一个世界去了。啊，你真修，你真见到啊，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佛说了，这并不是究竟的，啊，究竟还要往上提升。啊，你看阿赖耶，阿赖耶阿罗汉见不到，菩萨也没见到，啊，十法界里面的佛还是没见到，啊，必须要放下起心动念，啊，那个心就真的定了，那定说那就真心，真心本来不动。你看这个，慧能大师讲的，何其自性本无动摇，他从来没动过。那个不动的是真心，会动的是妄心。啊，那妄心念头嘛，起心动念嘛。啊，念有尽有染。啊，尽就出了六道轮回了，染出不了六道轮回。然里面呢有善有恶，啊，善念呢感的是三善道，恶念感念是三恶道，啊，然里面有善恶，静里头没有善恶，啊，那四圣法界，啊，还不是真的，啊，真的什么呢？然静善恶通通没有，那就是真的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